这个民宿要来进行会刊哦。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李经纬李总经理，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民宿的业者呢周老板哦。那所以呢，待会呢就是我们再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李总呢，请李总来为我们说明一下今天的主要一个行程哦。OK， 好，谢谢大家。今天主要我们是跟这个二官这边接受他们的一个委托，那运用我们五星级酒店的旅馆的专业跟资源，那我们在这一个半月之内呢，会去协助看20家民宿合法的民宿。那么我们的角度是从如何打造这些民宿成为英语友善环境的一个民宿。那这个沟通的话，我们是从建议从一些 signage， 就是从一些标签，我们会叫标志啊。那我们把这个透过这个图像，然后跟一些简单的这个语言啊，我们把标志分成三大类，当中有的是警告标志，然后指示标志，还有一个禁止标志。然后从一开始的这个房卡，从专业的一个角度，就是透过这些基本的建制，把它做成一个双语。那因为我们五星级酒店有一些资源哈，所以我们比方在英语的部分，我们可以我们有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工作人员啊，那他可以协助我们这个翻译呢，是会是非常 native English， 而不是杨敬斌英语。那么透过这些合作的话，我们希望的是大家一起把台南市打造成为所谓的英语友善的一个城市，所以才会一起跟二官来这个合作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协助大家。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在互相学习啦，因为来到这个草记这个 book in 嘛，我们就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哈，所以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大家一样是做旅宿业，不一定是一个竞争，是一个竞合，大家互相可以去协助做一些交流，所以谢谢二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好，他们的专业团队一字站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眼睛为之一亮，然后就这个真是我们型男型的专，不只有颜值，然后也是具有高度专业的一个团队哦。那我们其实就像李总刚进来，我们一进来也是眼睛为之一亮哦，因为这个民宿业者实在是太精致了，就是也很有特色。那事实上我们会想做这个案子，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西方的游客，他们很多都是背包客，那其实背包客而言，其实民宿也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那所以呢，而且我们台南的民宿很多真的是非常具备台南的一个人文风景跟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色，又像这样子的一个民宿，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的氛围，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很开心，就是民宿业者愿意加入我们团队。我们那时候新闻一发布之后，我们网站20个名额马上就被爆满了。那但是如果被爆满的民宿业者也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接下来李总也会问我们来会诊一个手册。那如果说没有加入我们这次的名单当中的一个民宿业者，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手册，然后呢来营造他们的民宿的一个英友善环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业者呢，我们的周老板来为大家可以说几句话，分享一下心得。谢谢周老板。各位媒体大家好，李总，还有各官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就是我们台南要走向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其实第二官方的语言真的很重要。我们民宿其实是到去年的1月1号才可以开始申请合法，在这个合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要求我们的民宿业者就是要再更精进啊。当然我们其实金酒店它在星级旅馆跟在饭店业，其实他们已经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说他们在一些细节上跟一些第二官方语言上面甚至不只是第二官方语言第三第四其实都有这个他们具备很足够的一些条件也很开心，就是说旅宿本是在同一个阵线上也很开心我们李总他有这个心帮我们这些民宿业者去做更精进的一些辅导今天刚好选择在我们草记，我们草记这边是一个背包客的经营方式当然我们有50000册的书本我们这边背包客其实国外的人士真的也蛮多的所以说我们很具备很希望我们这边能走向更国际化，当然我们也更需要这些第二官方语言的一些标示也好领导也好今天很开心李总能带着所有的团队来跟我们做支援也
希望这个未来它也成为我们台南走向国际的一个基石，哦，啊，也就是希望台南的观光能更好。谢谢大家。那些包含高雄啊、台东啊，他们都会觉得很好奇，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案子的成型哦？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很多的饭店业者跟民宿业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竞争的，所以他们很讶异说，李总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可以率领整个精英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我们民宿来打造一个更国际化的环境哦。那这个其实因为李总的理念，他认为说台南要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好起来，就是一起向上提升，那整个把饼做大，那事实上不是红海的彼此竞争的一个方式，而是一个蓝海策略，大家一起营造共创双赢啊，共创多赢的一个局面了，所以呢才会今天这个案子，那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哦。因为其实知道这个领域的人呢，都会觉得很讶异，说哎，饭店业者跟民宿业者可以携手合作，这个是这个案子其实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意义所在。跟前面一楼，我们都是规划是一个阅读空间，那阅读空间不只是单纯提供我们的房客，因为我有说过我们整馆，哦，当然在一楼的部分大概有20000多册了哈，那当然这些20000多册的书本，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装饰品，哦，让它能有它真正的价值跟它的实用性，所以说我们在中午12点到8点，哦，我们有免费开放，让不管是台南市民或者是说外地的一些观光客，哦，他都可以进来这边做阅读，哦，啊，当然全部都是免费，哦，也有我们也有提供咖啡机，哦，其实这个都是全部都是不用费用的，哦，啊，当然我们也有做一个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做爱心的一个活动，哦，我们在我们的柜台那边也有放一个爱心箱，啊，其实爱心箱不是说进来这边他就刻意一定要去投那个爱心箱，是因为我们也想做一些偏乡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想法，哦，所以说我们一季，哦，会去把那个爱心箱打开一次，哦，在前几天，哦，因为我们这边经营其实才半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总共经过了2季，开过了2次，哦，第一次是大概6000出头块，哦，我们是捐给那个台东的哦立冬那一个弱势团体，然后这一次我们在前几天又把那个箱子打开，哦，这次是8688，哦，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很开心，就是有许多人哦也一起跟我们在做这个爱心，哦，啊，当然我们也会选择就是我们觉得适合的一些偏乡的一些弱势团体，然后把这些钱捐给他们，哦，啊，当然我们也会跟他们索取收据啦，哦，啊，我们也会再公布在我们自己的粉丝粉上面，哦，这些钱真的不是我们想要去做我们自己放在自己口袋的事情，哦，我们真的是想要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哦，偏乡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辅导跟补助啊。一楼这边哦，后面地下室这边，它是一个小的一个展览空间啊。当然，我们也是提供给不管是知名或者是不知名的一些艺文人士啊，哈，或者是说一些对自己创作有兴趣的人，哦，我们都会提供这个场地，让他们去做他们的一个展览的一个空间。哦啊，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办过了3场的新书分享会。哦，最近的一场就是那个我们哦。台南驻日本的千山大使1000庙，哦，他的第二本台南的书，哦，其实6月30他就在这里办新书分享会，啊，所以说这里的空间其实我们也是要营造一个友善的空间，啊哦，当然也是借重李总这边的团队帮我们在做一些哦双语的一些引导的跟警示的一些标语，哦，我们这边才会有更完善这样，哦，啊，这里其实也是开放让大家进来阅读，可以坐在所有的椅子上面，哦，可以在这边做阅读，它，啊，前面那里其实也是一样，哦，啊，我们慢慢再往前面这边移动，哦，有一个就驻俄罗斯的一个外交官，哦，他在过世之前就交代他的家人一定要把这些书捐给以前草记的蔡老板，哦，啊，在蔡老板的手上，他这些书他都是没有在供客人，就是取阅跟贩卖，啊，所以说现在我们也继续延续这些书本，哦，它的功能跟价值。所以呢，二官来找我谈这个项目的话，他们马上就可以说服我。那因为台南的民宿非常精彩，它跟饭店是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特色。
那么我们就觉得说，好，我们怎么样把民宿的特色把它推广到全世界，所以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把民宿呢打造成一个合法的商业环境。那因此呢，我们就选了20家合法的民宿，然后通过我们专业的一个角度的话，用一些简单的沟通方式，像一些 signage 一些标志，让这些国际的旅客，然后透过这个双语的标志，可以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沟通。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竞合的观念，因为大家不是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一起合作，可以把台南市打造成为是一个非常缤纷的城市的话，那么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台南，我们一起会有希望。谢谢。上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提供双语环境的时候，是从使用者、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的。那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外籍顾问团队呢，我们可以更了解西方旅客的一个，或者是说我们外籍旅客的一个需求。那因为其实像民宿业者，例如呢是很多背包客的首选，因为很多背包客他们其实会希望省钱，而且他们喜欢体验一个在地的文化特色。那其实台南的民宿呢是非常的能够彰显我们的人文风景跟在地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哦。那有这样子的这么好的一个空间，我们当然希望协助他们推向国际，所以找来精英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我